好的，那么菲菲还有一个朋友呢，哈，就是想请教一下您哈，他呢就是在这个公路上红灯等红灯的时候啊，就是后面有个车呢是追尾他啊，那么呢这就是情况不严重，那么他当时呢是就拨打了这个911，然后叫了警察过来，但是他发现呢警察来了以后呢，把这两辆车呢弄到旁边这个停车场以后呢，就也没有做任何的记录啊，然后也没有说什么更多的判断，只是呢让对方。 让他们两个人交换了一下保险的这个记录嘛，保险的这个 information 哈。那么他就是有一点不太确定，说他这样做对吗？比如说在出现这种车祸以后呢，你应该第一时间是拨打自己的保险公司呢，还是应该拨打警察呢，还是应该拨打其他的人士呢？到底是应该怎么样个这个方法？您能帮他说一下吗？ 是这样子啊，菲菲呢是在律师楼工作，所以在这一方面呢，可以为大家服务的就稍微解释一下啊。第一，当出现意外的时候啊，如果说有受伤，哦，有人受伤，你需要 paramedic， 需要这个医疗的急救，那你当然第一就要打911啊。可是如果说你是在 local， 就是说在本地，在这个就是在马路上出现车祸，而不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出车祸的话呢，最好是拨打附近的城市的紧急电话。对，因为如果你打911的话呢，他会把你 route 到，就是把你接到另外一个那个 highway patrol， 就是高速公路的急救电话。他们在拨回来的时候，可能会多花很多时间。好的。因为美国在这所有这种意外事件呢，他们都有分这个板块的，这一块是你的，这一块是我的。如果你是在那一头，他会叫对方来救你，他不会来救你，是这样子啊。那刚刚莉亚你说的，就是说他没有帮他们做任何的措施。那我想，可能你的这个或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呢，他们可能没有跟他们讲他们受伤了，因为只要你说你有受伤的话呢，他会给你出一个 police report 啊。那这个 police report 呢，就是警察的报告，那里面就会写说谁是 party one， 谁是 party two， 哪里出错了。 然后他也会详细的记载对方的所有的资料，比如说哪家保险，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所有的地图，当初的路况，当初的天气等等等都会写出来。可是基于现在目前哈，在这种 COVID 啊这种情况之下，很多的警察局呢，他们已经停止就是等于说出这种警察报告了，正式的警察报告，他也许会给你出一个 incident report。 哦，就是一个意外报告，就是比较简单的，甚至于他什么都不出，他就叫你们两个直接交换资料，然后就拜拜了，哎，所以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最好的、最聪明的方法呢，是第一，看看有没有受伤出意外，哎，那因为生命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就是要告诉这个警察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用打电话给你的 agent， 因为你的 agent 他只帮你卖保险，他不管这个事。平常他们这一方面的，这种知识也是，良心讲蛮弱的。如果你今天给他介绍了客人，他马上接你电话，你再帮你处理一些事情，他可能会跟你讲说，哎，怎么样的。明白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大家可能需要了解一下，有没有认识的。律师或是有没有认识的朋友，大家来稍微咨询一下哦。我觉得会比较妥当。明白了。